想人了吗？谁还说我这个是背景来着？我又来了，我有两个岛哦，我有两个岛哦。北京时间下午4:46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看一下我就来993，请问今天也有延迟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次接岛最后一个岛了，兄弟们啊，洋洋，大家喜欢我的记得点一下关注啊，你能不能心好一点，冻死我，我就冻不死。这里可以点一下直播日通知，然后锁定户在左上角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对，我是户外主播，户外主播。来一个一生所爱送给大家，请问你冷吗？冷。照相的，
太时间，但头边变幻，青春结疤何之间？何我依家是伤是恨？上面是搭的一个架子，它那个地板一踩它会有缝，没法转圈，没有有缝特别的大，哎，好硌脚。背景有点熟啊，松花江嘛，哈尔滨的松花江肯定都熟。谁唱的？你说我刚才跳的那个版本，我刚才跳的那个是小沈阳那个版本的，嗯，他那个版本我觉得稍微就是大气一点嘛，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的那个。柔的那种，嗯，应该是柔的，所以比较适合跳舞，我觉得。高潮部分，起伏的比较大。哈尔滨有这么暖和吗？东北的话就是地暖什么的，暖气什么都给了。今年的话就是暖冬，北方的开的就是那个暖气特别大，整个这会儿松花江都得冒烟，冒热气。哎，地坑比较大，对。还有点翘地板，不闹了啊！开玩笑，大家那个送点爱心，现在是1500，我们还有500多个就能到2000个爱心，来送一下爱心。然后有鲜花，现在鲜花主要是关直播室通知，大家没有勾的，大家勾一下直播室通知。不是，说实话，我真有点流大鼻涕了，对你们有点装的过分了，真流大鼻涕了。任风吹云散，心事搁浅。许下承诺从来未曾变，谢一哥。我们相守在天涯的两端，历经寒来暑往的孤单。点点关注，亲爱的们，能点关注大家点一下关注啊！这里还有在这个地方，今天怎么全都是气球，噼里扑棱的要泛滥了？就我现在预约，大家可以勾一下哦，谢谢大家。爱上谁重逢，不离一面，只想看泪眼。带给大家跳一个什么呢？倾国倾城吧，好久没有跳了，好吧，你再来一个这个，嗯，这个时间比较长，我可能跳一会儿就会下去了，嗯，大家记得没有点关注点一下关注哦，谢谢你们。
自缠绕深梦。所以鲜花满天，幸福在流传，流传我与你怀眷恋。所以牵挂青春歇会儿，然后明天同时间我还会来九九三。大家没有点关注，点一下关注啊！谢谢你们，冻死你！你咋那么坏呢？脱掉漂亮却磨脚的高跟鞋，锁门关灯，背对喧哗的世界，素净一张脸，收敛了你眼睛，绿叶经过春天，未完成的恋情停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谢谢，快中暑了我真的，嗯。专业跳舞的，对，我现实是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，嗯，现实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啊，大家关注一下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就是喜欢看一些中国舞的呀、啊，户外的一些什么的，气色不太好，因为它有点黄，嗯，它有一点点黄，所以我这个调不过来，就是这样吧。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再来的，新加坡的矿泉水，啊，是对。今天户外皮肤怎么没有黑？也有黑，但是YY伴侣他会没有美白的那个效果，能看出来我晒黑了那种。嗯，好，我们明天见了，亲爱的们，感谢大家。